相信大家认识肖战，肖战应该是从2019年和顶流王一博的合作的陈情令，在剧中饰演热情洒脱、身处魔道却有一颗匡扶正义之心的夷陵老祖魏无羡。但是即使消失了一段时间，肖战仍然专注自身的发展，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手绘的红梅作品，欢迎关注我在评论区留言。